我叫汤伟波，从事这里行业已经11年了。我师从是一名张老师。做笛子的原因是我丈母娘说做笛子很赚钱。坐在我边上的这位是我的小舅子啊。大家好，我是汪子文。我们这个地方叫中国竹笛子乡，家家户户都是做笛子的。还有一个是我姐姐，我叫张璐，汤老师爱人。我姐姐主要处理细节方面的问题。姐姐姐夫我们一起组成了做笛销一条龙，大家一起配合把这个笛子卖出去。横吹笛子竖吹箫，全国的90%以上的竹笛都是产自铜陵桥，这边的材料非常适合做笛子，纤维细，密度高，声音集中，属于全国里最好的。苦竹是有个笋嘛，味道是非常苦的。这个材料从笋出来之后多大就是多大，一般都是看第三段第四段。苦竹竹子内壁整根的，内径外径是最适合竹笛的各个调门的。以前也一直尝试别的竹子，做出来经过比较以后都是没有苦竹好的。南萧它的材质呢是台湾桂竹，取材的话整根挖起来，所以这个成本比较大，而且这个竹子长的年份要求也比较高，竹壁各方面都比较厚实，它的下面有个根部长弯的很多的，调整的时候这个力度很难掌握，功夫非常大。抛光之后像佛陀一样非常漂亮。很多人买到箫以后回去吹不响，一看这根箫中间是通的，啥都没有，你个老板是不是骗我？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古代的时候呢，笛箫其实是一种乐器，后面分成两种，箫的声音比较悠，悠悠箫声嘛。笛子出来的音色呢，它比较欢快。有一句俗话叫七分磨，三分吹。因为这个笛磨是这根笛子的一个灵魂。切笛磨，我们用一把刀把它剖开，切以前一定要揉一下，然后用阿胶块蘸清水，在笛磨孔上均匀的涂，用手指把它抹匀了，把笛磨中间对着磨孔切下去，很多均匀的细小的褶子，这样出来的音色非常好听的。买笛箫不要纠结音准，你要先去掌握它的基础，把它吹响，掌握好以后你可以去先吹一些喜欢的歌，把你吹笛子的兴趣先提高来，去理解这个概念，这样一步一步我们去慢慢走，把这个笛箫去慢慢学。他人挺滑头的啊，听说会道，做事的也专心，勤勤恳恳的，但是竖笛子他只懂个皮毛呀。是吧？姐姐这个人有时候比较急性子吧，姐夫做得慢了他会吵吵嚷嚷啊。我老公是那种老实木讷，要么不干，一干的话就很认真，会把所有的东西做到他认为最好的。这个行业呢工序非常多，很多独立去完成，比较辛苦的，很苦，其实每个手艺都不容易，365行行行出状元吧，把单纯传承做下去，养不了家那也没办法。希望我跟我老婆以后把笛箫越做越好，家人嘛相互帮扶，把笛子做好嘛。